感谢你会陪我，在无家可救前。电脑搬来了吗？电脑一直都在，只是我不会开机。是不是觉得很无语？我也不是不会开机，就是它打不开，就是它那个不知道缺了哪根线，不知道搬来的时候它哪根线丢了还是怎么着，它那个屏幕不亮。后面的灯关了就好了吧，会不会好一点？但是屏幕的线也插着的呀。这摄像头真牛逼，这摄像头1000多买的呢。就为了给你们开手机直播，给你们看一下它的样子。嗨，就这样子的一个小东西。然后它有一个遥控器。然后就可以自己捕捉脸了，很不错的一个小东西。这菠萝里面有个东西差点把牙割掉，这么大镜子晚上不怕吗？不怕。差点把我牙割掉哎！感谢你离开我，在无家可救前。叫什么？我也忘了这个什么牌子了。这里有一个镜子。
哪吒。